挑战还够看吗？ 这个很讨厌，左边右边都会赢啊，所以不知道，左边几率大一点，我通常会猜左边啊，当然有的时候会是右边，但是通常会猜左边，因为死亡之身解任务比较快，如果我是泰斯，这两张同时开，我会选这张，那好吧。 我是选那个按几率来说比较大的，但这个按硬要选那一张，你也没办法。一时的挫败不该影响你的决心。这个是小废仔耶，可以没有手下，可以。你空城的时候就会猜没有手下，但这个人不是空城。 他有打赢人啊，所以是小费。他如果是小费的话，也就是说我拿任何牌都会输。他这个是六 D 血的小费，然后两张，那就是要让他赢，然后解任务，这样才是一个比较聪明的打法。开始两恶魔。 龙海盗，哇，这个很快，就这个了。嗯，天气不可能核心，这边基本上会全拿。但我觉得数值可能要高一点。 因为很多时候解完大概赢个两个回合，后面又开始没用了。如果它这么难解的话，可能威力要再大一点。是独掌大的巨头。 他是六费生三，六费生三就不会有女帝啊，因为七费回合我又不是猜他七费回合的场面，对吧？那就是猫啊，<笑>肯定是猫啊。右边配角色合理，恶魔感觉是四，但是你要算一下费，这个费就不对。 让开交给专业的来，加三。英雄都会拿龙。 而且他没合金卡，呵呵，也太送分了这一题。要赞就100%，要么三合一，要么就大奖。没烂货，只有好货。倒杯水，准备回来丰收。 海盗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要霍格，其他都不重要。随便猜就好了。 复制金猴也不是不行的。哎呦，茶加上这个很强哎，茶加伊丽丝无敌哎，我就选快乐组合吧。要喝杯茶吗？
好像是怪怪的东西，白狼吗？冰猴吗？冰猴子哦，哇塞，再来一张，五个海盗哦，东尼，五个海盗我会拿东尼，恶魔这个不错，还是你要拿这个东西，这个再去塞更多的这个吧。男爵，行，我没，我再拿牌就没钱那个了，没钱拿猴子了。再拿牌就没钱拿猴子了。这把就是快乐局，没错啊。蛇会复活，怎么输？哪里？哇哩哩！如果没错，它是复制最左边的，一起死吗？一起死是老乌龟，不会是抱抱，是乌龟。但是我记得它的规则是反的。这是什么概念啊？我记得幽灵的规则好像不是看最左边，反正就很奇怪啊，你们知道就好了。我好像是随机的，可能是随机的。我觉得妈合一比较重要，欸，因为这个快要拿，他下一回合就会拿金卡了，他不用这么合，他不用合一。我好兴奋啊！熟能生巧，我一点不管，终究要回归大海，这只是一点小费用。瑞奥英雄詹金斯，暴风来袭了。打谁就拿谁，加油！别打前面就好了。金卡伊利斯终于节省一个位置了。那伊利斯变金了。我的任务在开始。这张是中立卡。点炸鸡，死生野兽有抱抱，那你抱他就没用了，炸不死。先把金猴都拿起来吧。蛇合一，黄蜂应该是抓不了的，所以连锁。看一下就好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呀？红飞鱼是什么啊？没有这张牌啊，这张牌我不认识啊。怎么有那一张牌？怎么有一张神秘的牌啊？问号。有人可以告诉我那是啥吗？我跟他不太熟，能不能复制到一个蛇嘞？恭喜小鬼出现了未知的牌，聊天室英雄战场新卡，
这可能是未来即将要推出的东西。我刚才在看它的描述，它有点特别。未来要出，抓到，抓到，有新牌，抓到。未知的，未知的。发现根本就没钱啊，再弄个好字。哇塞，我就一直连，一直连。万物终究要回归大海，这只是一点小费。金乌色。Nope。哦，金蝙蝠哦。这么难的牌也有、哦。啊，有炸鸡两只，还两只，聊天室啊，一只还不过分，两只，通通炸烂，自救血不会死啦，放心好了。接下来我需要炸鸡再弄一只上去，所以螳螂也蛮重要的。抱抱，抱抱可以重新再抓。抱到六开图。狂风痛殴，抱抱拿下来，再摆个螳螂，应该就 endgame 了。我们有一个海盗啊，不用偷螳螂啊。这个荷两次是荷兰人，那打荷兰人是。爆爆打他没用嘛，就是金色的金色狂风，939金色金色的狂风吧。欸，不是荷兰人吗？荷兰人。幸好有偷牌耶，偷牌让我有情报，有情报看一眼知道它是什么东西，然后再来做一个反制。这个情报蛮关键的，因为我的技能可以看它啦，等于说有一个情报耶，所以打到后期这个技能还可以拿来当做侦查手段。二连杀，游戏结束。这一把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很奇怪，就是为什么出现了一张未知的牌？
你们还有记，还有人记得那张牌吗？叫做什么鲶鱼的，什么火鲶鱼，什么鬼的，红飞鱼，反正就很奇怪啊，怎么有那个东西？而且然后那只还看起来蛮强的，还比我当时猜右边的那只乌龟啊要强很多，我差点都信了。哦，那个中国网站说是彩蛋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原来是彩蛋哦，就是给你一个送分题，然后是暴雪加入的彩蛋。这可是我们玩那个月模式啊，玩了从它推出到现在啊，我第一次看到那个东西耶，那也有好几个月嘞。然后刚好这把还是查大师开秀的局，一切一切都好特别哦，这把。天要我亡也，我这英雄能力应该是荷兰人组成最快的英雄了吧？可以多看两张牌。那多看两张牌，刷了十次加旅店白嫖，等于多看了22张牌。多看了22张牌也没有帮助我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。那你们说这把是不是我干脆 ESC 投降了？干脆一点，飞过去了啦，在那边。真以为你铜墙铁壁啊？打他的 G， 我专打别人的要害。嗯。打他的 G， 你来打我 G， 哇塞，秀赖，他好，他根本就打不赢我嘛。哎、欸，一拳22，哎、欸，他也拿面具哎、欸，我也拿面具，那你怎么没了？他两个管理者配面具好像还比较强哎、欸，那我是没有任何配合，零作用面具加零作用技能，大鱼雷毛加上有用面具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他打我前面的，不然我就输了。现在50%了，不行哎、欸，他打我前面的，我还是死了啊！无论如何都死了，因为我会自杀、啊，没用啊。他这个在这边啊。啦！我怎么09啦？